我们本来就是祭祖嘛，还祭啊，但是我们在这边一定是三天两夜，我们会在这个地方，在这边、啊。哎，对，这因为这个活动哦，自古以来就是都是一成不变。对，然后年轻人也是希望说，在这个年节当中，从他的工作岗位上特别跟老板请假，都已经赶回来了。你叫我们不办吗？可以吗？哎，难得的一天，就像是我们的春节一样，难得的一个春节的节日，你说你不要休息吗？还是要休息？那像这样的风浪，我们有什么活动会受到影响，没有办法进行？当然不能下海哦，捕捞，鱼也好，贝壳也好，还有就是很多事情，绝对不能勉强。在我们出发之前，我们就集合我们的所有的年轻人，在这个时候知道有台风，绝对不能勉强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下水。好、哦，只要把仪式做好，就是一定要在海边三天两夜。这个仪式做得好的话，就没有关系。哎，就是这样。海祭的时候，正常我们都是会下海去做。因为这个是以前我们的祖先呢、啊，就这样子做，所以风雨无阻。现在目前啊，因为在这个海祭的会场哦，那在早上的时候，我们在昨天晚上9点就有接到县政府的一个禁制令，那目前在实施一个暗祭的一个劝离跟管制的动作。那今天有那个部落、啊、在实施这个海祭的活动哦，那这个活动啊，我们也有去协调县政府应变中心这边哦，也如期的在让他们举行。哦、那目前哦，原先是在管制区里面危险的区域，那都已经经过劝导，都已经移到管制区外了。那我们现在还是因为海浪也过大，所以我们还是会虚心的看看，如果再过于说过大，我们再请哦部落的村民啊，再把那个帐篷再移到路边这边来，会较为安全。那我们随时会有人员在这里实施这个劝离跟这个保护的动作。